台湾银行为了便利台北市民兑换一元券及硬币，从今天起在本省各县市的金融机构及分支机构，把中央银行安康新厂所印就的一元券及委托国外代注的一元硬币，以无限制的方式供应给本省的居民使用。同时，在台北市的主要市场跟街道，派了巡回的兑换车，兑换给商店跟居民使用。市场上从此可以消除一元券币短缺的现象。